咱即马来讲即个彩钢吼，诶盖牌，你看论文，我想无啥那论文爱盖牌的对，我爱封存，啊变作机密等级30年的，哦，爱30当后看，啊你想30当后伊90岁，哦90痛了，诶90痛啊嘞，我们娘嘞，伊即马60几岁啊嘛，哦，啊30当。30当后，伊若奥迪的啊，我安那解密啊，安那即30当拢民进党主政啊，拢无解密30当后解密看到，咱拢要来甲问一下，讲诶，蔡小姐，还像你即款的功夫是有够好咧吼，啊你这无写一本啊经典出来做教科书，对无？啊，这册皮叫啥？叫做《满杯骗帽》吼，我够厉害。诶，论文阿扁也讲，啊阿扁也讲，啊，这会当摕博士，好代志，公营论文就爱互大家拢知啊。阮兄哥吼，诶，较早你敢知影？都阮兜了对啊，那恁兜可能也拢有啦吼，较早是安尼嘛，为国服务吼，早期哦吼，日本时代要做兵吼，红绸破甲。乐过遮天呢，对吧？哦，那么到60年代，哦，60年代、70年代这时阵，甚至到80年代，人铁朴素哦，吼、哦，规大厅，规个大红纸有无？人来给你放炮啦，铁朴素啊！啊，论文写，你得爱给大家引用我引用。蔡朴素哦，第几页倒一条，伊个论点是安那？了后我做这个研究呢，啊，因为已经做过这个研究啊，我引用这个研究的这个条文哦，啊，我来发表我即马对这个新的现象的见解啊，我引用着啥物人？引用着甲、乙、丙、丁。啊，加历史，这学术就是安尼不断研究、不断创新，所以学术界不断的伟大。科学嘛是安尼啊，所以是安那老师一个英明的老师哦，对爱因斯坦阿伯吼，啊，到甲吴大猷，到甲咱这英美商团哦，包括这杨振宁等等，啊，这伊的学生呢，人讲名师得出高徒，啊，这就是拢英美商团出来，啊，所以这物件伫遐轮讲。啊！伫遐思维啊，经过辩证过诶物件啊，我搁再加入我新诶，搁再印证过，安尼就会当安那愈较强大啊。所以科学诶不断创新，你看人大陆论文敢有咧盖牌？伊到因遐海归牌诶啊，论文无人咧盖牌，引用了人因诶研究，你甲想看卖啊？短短20当哦，20当前哦，大陆诶核能电厂啊。啊，佮用美国嘅技术呢，啊，佮开足侪美金，甲美国阿买啊。20当前，因用大陆嘅 GPS 啊，太空定位啊，对不对？卫星定位，包括 Post One 战争啊，伊拉克，你用 GPS， 美国啊，怎啊甲你禁起来？大陆嘛，捌叫禁过啊，啊靠安尼，啊我钱甲你买咧。啊！今日你同我摸摸秒用即马科技，咱个战斗机去哩，人看目睭看袂赴啦，迄种靠仪表啦，哎、啊，若 GPS 甲你禁起来，你就好势啊！你伫空中你就乱转啦嘛。所以大陆 GPS 去用禁起来，互联用美国个20当尔，你看人安分啊？咱台北是淡薄分家几啦？咱台湾外千拄外千哦。感谢有岛内朋友啊，吼，多谢吼。咱台湾讲咧，咱外省，你还佫即讲啊白，咱的半导体生产，台积电讲叫做护国神山，台积电的80%外国人个啊，外国人投资个，美资、美金啊，对不对？外资啊，啊，嘛是啊，佮咧人台钢啊，对无？台钢就是台钢，好，你台钢佮足出色，你有法都有家己个，可能大陆20当，即嘛。你来看伊花龙，伊落迄三代机，咱的核四像这种三代机啊，人已经哦蜕变出来。那么大陆的迄个
第四代也已经准备要商业运转了。人个发展甲启明星哦，迄个等于讲核能废料会当处理啊。你看美国啊，准备要甲拜托个啊，日本啊，这世界哎，一超啊世界啊，我看要换我开足侪美金要甲你买啊，上千亿个哦，买这个技术啊，我等来。所以大陆的未来到这个差不多三十栋哦。伊要阁起两百几座的核能电厂，你甲想看卖？啊，你台湾放咧即个上俗、上好用的、上清气的，你唔用啦，因当讲硬无啦，哦。所以讲科技，人就是安尼论文的应用，安尼一直发展啦、啊。啊，你想啊，要甲你即个高超的论文，哦，啊，你安尼谈判的高手，啊，无一的美格。啊！你写的论文这尼啊精密，这精彩，为什么要甲机密化呢？啊，边个讲的啊？较早阮遐个博士红纸大满天，公营嘛，吼啦，啊，谢谢。啊，边个讲伊都歹运啊？伊可惜伊都无读博士啊，无伊嘛要甲公布啊，连咱妈来因兜大红纸啊。但以前啊，读册足牛的啦，哦，算读册算真牛啊啦。大学三年了，考到律师啊嘛吼，啊丁克对不对？经济系了，搁丁克搁考到法律系，教育的志愿总是人读册认真啊。这公营的代志，所以咱阮台南遮民间就讲啊，无像迄考点在市场，伊看嘛变的嘛咧比较啊，吼、哦，迄故事偌精彩，明日留言啊，搁讲互恁听哦。伊一摆考比啊变的较好呢，因两个国中共老师的。去边啊边啊，较好笑着个阿边啊边啊来拍球哦，哦，说阿边啊吼，这阿边啊讲我陈泽南听的啦，陈泽南讲我张灿龙听，张灿龙讲我听，所以恁就知影讲哦，这过程哦，大家伫过去啊，这论文是种公营的代志，啊，先干牌盖牌，哦，机密，啊，采干偌济钱，机密，685栋含9000栋的钱同款，啊，拢正干。机密，而且内底唱什么碗歌，红菇包什么豆芽伫内底，安尼一个机密。红药机密，你拢唔知对倒来啊，拢机密。注射注偌济唔知，疫苗买偌济唔知，机密你拢唔难问。靠，咱个国家怎么变啊？就比警察国家，苏联嘛，阿个唔敢讲拢装机密，对不对？普丁敢有讲，逐项拢机密？大陆共产党敢有逐项拢机密？无呢，无呢。咱中华民国号称民主国家，咱是民主阵营呢。机密，机密，搁再机密。哎，讲到这个采钢军火啊 ，F-16 升级，哦，又搁开几千亿个安尼来，出事啊！一架飞机甲飞几百点钟尔呢，200多点钟。出事，人讲找到，哦，找到迄个残骸啊，啊，人无找到，即马讲有看到伊个外套，看到伊个外套，所以伫迄个训练的过程中，有个人讲啊，因为飞来飞去啊，大陆飞来飞去啊，所以咱无法度训练啊。欸，你把咱骗的啦，唔好去讲遐啊！人个内行人咧讲，陆陆续连，咱每一个连队家己个台南个吼，华联、新竹，咱个基地内底只连队吼，任务无同，任务无同。训练队像我咧训练，我学生嘛，我搁咧训练生、飞行生、飞行员咧训练员，啊，我着教官咧甲我训练。我训练了，我就来飞 F-5E 吼，模拟了，我飞 F-5E 了，我袂歹，我目睭也好，啊，身体也好，哦，啊，抵抗力也强，哦，啊，体能也好，啊，我强劲着，哦，我反应也好，啊，即马来当飞升级，哦，要飞 F-16 加幻象，毋是遐简单个啦，所以要再飞一个飞行员，咱来投资足济钱个，上亿个亿个啦，所以啥呐，咱个。飞轮机一台20几亿呢，20-30亿呢，然后30-40亿的，咱咧买啦，别人买是无遐济钱啦。哦，安尼，宁可飞轮机失事，啊，人爱跳出来，
哦，人爱跳出来，啊，顾好安全，因为即个人是无价之宝，人无人要咱去操控，一只鬼要靠路用，无人你就无法度操作。所以张公去找着伊个外塔，哦，伊个外塔，但人还未找着，真毋甘啊，哦，做毋甘的。飞行员的生活，我才住伫空军贯穿的边啊，哦，我知影迄空军呢，哦，内底足侪空军的。哦，啊因呢，足飘飘的呢，我清查呢，哦，啊，相片看起来大概拢安尼，足烟斗的啊，足潇洒的吼。隐隐与风去，包裹不自身，遨游昆仑上空，俯瞰太平洋滨，看五岳山将雄关要塞。吼、哦，啊，早我就足钦羡空军的，我甲你讲，我有去空军读过。你讲哪样？你足侪人毋知影。我去读空军航空校，啊，读个伫华联啊，啊，读个都怎啊个转来啊？哦，我较早，我是投笔从戎啊，所以我对空军有种迄个感情哦啊，真可怜。听你哦，真毋甘啦。我那网友，我那足侪空军。摕落来吼，啊！毋过这是一个感情啊，同款的军装。我最后去做海军陆战队，哦，所以马总统啊，咧唱海军陆战队的队歌哦，拢会叫我倒去唱。啊，这个是较早，因为咱去两岸迄阵足紧张嘛，吼，啊，要反攻大陆啊，对无？啊，尾仔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。即咱是感觉讲两岸要安怎求一个和平之道啦。军书是最后逼不得已，哦，下策啦，哦，下策，才会去攻城嘛，对不？哦，上高、处高、下高，对不？这兵法里底吼，来讲最高端的，哦，不吝哦，那克林之兵啊。所以，今嘛来和大家讲到咱的未来，咱的听，咱的听。今年进入新的2022年，头一个上班，咱的王美花部长甲咱讲啊啦。2025吼，这个灰河家园，咱的绿能无法达标啦，伊讲无法度啊啦，啊承认啊啦吼，毋是啊，这种 stupid 的，讲你较会安尼，你这头壳破去啊，你这你毋得，你是伫2020吼，2012年哦，蔡英文总统，你是2012年，跟马英九咧竞选连任，你才挑战的时阵，你提出2025年灰河家园嘛吼，这表示你有一套规划。我宁愿变啊替换到2025，福林总统嘛，对吧？这是2012年提出的。后来你到2016年，2012年你无对嘛，啊马总统继续咧推行。伊个能源政策，所以阵阳光屋顶百万座嘛，哦，风力发电拢总增360基左右啦，哦，本来爱增3400几基，哦，啊，尾啊增加人无必要你增嘛，因为迄有低频、低频的迄个噪音，哦，暗时啊拢无多困，所以哦，囡仔加生过来站袂调。哦，哎、啊，风吹咧撞啊，会安尼嘛？像迄牛咧哮，迄个低频的迄、那个，会爱传中远嘛。所以即马侬爱去刷出去海外，哦，外海啊，安尼，我离个较远嘞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爱3400几基较会总电量较会当低，福林市场嘛。啊，咱无安尼做，结果呢，哦，即马伊承认讲无法度啊。无啊，多咧讲，敢若15%，我甲你讲，无甲15%啦，绝对袂15%诶啦，10%都袂够哦，10%至11-12%。即卖吼，马总统交互因5档啊啦，因做加无1%，加无1%哦，逆天啦吼。所以讲，咱诶家属，火力发电内底有一种土炭，啊有一种小家属，家属爱超过54%啊啦。哦，啊，你啊看嘛，咱家属用家属存来，所以伊要做迄个接气者，哦，三阶就是安尼来，公道就是安尼嘛。接气者呢，啊，储存伫内底，
会当冻好一礼拜。你若无风无摇啊，船一直入来，逐工入来安尼来吞，安尼用啊，若风台船袂当入来，咱会当冻一礼拜。哦，啊，若逆风就对啦吼，寒天啊，哦，安尼咱会当冻差不多两礼拜，勉强。啊，你若是去海线风色，你就倒啊。搁再来就是安那，亚叔最近哦，起300至500%，你敢知影？所以咱本来亚叔啦，发电一度的成本是4.6啊，哦，4.6，即马吼扣掉运作成本以外无变哦。那么亚叔的成本呢，起300%，卖讲500%，300%就好啊。安尼咱一度电的成本变成8块。哦，你听，安尼听好无？8块，一度电的成本要8块。安尼哦，你时到你甲怎着？咱即马一度电是2.6到8啊。哦，所以诶，2.8左右，2.6到8啊，2.8到6。哦，那么伫安尼，咱的电啊，小家属啊，你甲想呢？你会变安怎？所以我讲，大陆的核能电厂，而且澳明已经就是讲甲核能哦。动作就是列宁的一种，所以泰国、法国的总统马克宏，法国是75%拢核能哦，所以德国的减核能哦，非核能的国家，德国无伊停止伊的核能，伊即马要重新思考。但德国无核能，伊是安那？伊是甲隔壁法国买电，啊，法国的电就是核能发电啦。安尼，你讲的，你含听有无？好。伊无核能，但是伊用的电是法国来的核能的电。那么法国本来就是讲，伊到2035年，哦，2035年，伊要甲核能的电降到50%，对75%降来50%。但是今嘛，马克宏已经宣布啊，迄站袂调啊啦。伊要宣布呢，重新启动新起的新的核能的工程啊。哦，日本嘛，3月了，伊全部核能拢启动，搁要起新的。大陆伫未来的30年内底，伊要阁起250座的核能电厂，全世界拢咧起。因为即卖核能已经无啥物核能废料的问题啊啦，拢渐渐科技会当解决啦嘛。过去印证过去20年来一寡新哦科学有了解的人，咱的科学是不断的进步。所以你甲看，咱的政府是甲你恐吓、甲你吓、啊甲你惊，惊到尾啊付出代价。日本就是伊付出代价，伊小土炭、小家属站袂住，外汇就对了，顺超变作逆超，哦，顺差变逆差啊，出口本来顺差，伊敢那进口遐家属进口炭卖那输去，变红利啊，所以咱来了解，这国家的地理啊，唔是亲像咧博公鸡会啊同款啦。俄罗斯啊，普丁最近你看咩啊？吼！春风满面对无？美国总统爱甲咪讲哦，乌克兰这代志，普丁的俄罗斯已经兵马派去伫遐等了。伊讲我无意思要侵犯因啦，哦，但美国啊，你看伊爱甲咪讲，为啥物有权？你北约那是甲我纳入俄罗斯，迄个乌克兰就对了。我得出兵了，我会互恁作听。啊，美国啊嘛甲恐吓，你那是出兵就对了，我会加倍甲你制裁，啊，变哪制裁？因为我跟你讲，说俄罗斯的迄个亚速天然气足济嘛，你看咱清朝，哦，人家可以摕一块土地足大地去的，哦，你不出条约，大家到后边到清朝遐，连讲我来个只整理你的，跟你讲，迄块遐土地足水的，人员足济啊，啊，所以普丁呢，即马就是只个，哦，只个即个亚速未去澳明。澳洲吃的家属，我讲德国是安那要北溪二号迄条家属讲爱倒，伊若无倒吼，冬天即个天气来，我甲你讲，因个老人会寒死啊。无家属，因是无冷气吧，因免冷气嘞，咱是靠冷气咧食电，因是爱烧气。所以苏联即马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甲你讲，遮尔啊复杂的国际局势吼，愈来愈深色。日本的福岛，日本讲伊3月台湾3月就要开放福岛的食品，这我会严加注意来甲咱的乡亲时代，甲咱的听友报告。各位乡亲，大家恭喜，新年恭喜！
金虎年，两家在这祝福大家虎虎生风，身体健康。金虎年大家万事如意，疫情赶紧过去，阖家平安，大赚钱，恭喜恭喜！各位中广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，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。哎，我们就即将要过年了，祝所有中广的听众，还有我们的中广 YouTube 的观众们呢，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，事事顺心。我们来年呢，希望我们更创高峰，但是不要错过中广所有精彩节目，特别是历史一起秀，好不好？周一到周五早上11点到12点 ，OK， 拜拜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屏东的琼嘎宾，琼嘎宾。祝大家新的一年虎年虎虎生风，虎年行大运，好你好起啦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议员徐巧芯，要祝福中广的所有好朋友们虎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